到神面前欢喜快乐赞美我们的主，感谢我们的主，多谢天父。在风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聚会，多谢耶稣，多谢天父。主啊，有你真好啊，有你真好啊，我们感谢天父。今天祈祷的时候我们都有些人是经历很大的释放医治，我们多谢天父。你是这么真实，你是这么充满慈爱充满能力，多谢赞美你，多谢赞美你。亲爱圣灵，求你捉摸我们的心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求你医治我们的心，释放我们的心，将我们心的重担拿出来，帮助我们的心回复好像小孩子，好像天堂的人那种的心。亲爱的圣灵，在此中我
拥抱。
Yeah.
世界上冇人似你，喺呢个世界上冇人似你。神啊，你真好，我哋同耶稣讲，耶稣你真好啊，巴父你真好啊，天父你真好。Yes, so.
提升，我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丰富。哈利路亚！耶稣你是叫我们的得生命变得得更丰盛。圣父将圣子同埋圣灵都赐上嚟，你话几好啊？多谢天父，你都将万物同你一齐赐俾我哋，所以我哋不再系缺乏嘅，我哋嘅生命系丰盛嘅，我哋其实不断睇到人生命改变，不断睇到人咧生命被神提升医治，我哋就话神啊，你真好啊！我们都可以整个生命被你祝福，我们不要走世界的路，我们走神的路，我们一起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走你的路，我不再走世界的路，世界的路是徒然的，很多东西赚了吃了又出回来，但在神里面的是永存的，我们为神做的每一样永存在天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感谢天父，多谢你，有你真。